哎，右手，啊，手掌的后端偏小指侧，那个地方痛啊，我看到有人在做那个俯卧撑呢，做俯卧撑呢，那个是宇航员平时训练的时候在做啊，在做俯卧撑呢，在做俯卧撑呢，啊，在做俯卧撑呢，宇航员平时训练的时候在做俯卧撑呢，现在，空军战场的事也惊动了在地面上的那些宇航员啊。如果这件事情不处理好的话啊，人家所说的军心有点，受到了震动了啊。那些人呢，那些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感觉啊，如果轮到自己上天的话，也有可能遇到同样的命运啊，所以他们说的实在话啊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也表示了对政府的抗议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太让人担心了啊！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这确实啊，将心比心的话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